好，又用屁股溜下来哟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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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咦，上面有人哦，哦，赶快跑啊！啊，哇，太多了吧？你要换玩蓝色溜滑梯吗？溜，这个溜溜，哇，这好像很陡哎。往前。哇塞，还有蓝色溜滑梯 ，Go。那个是什么？坏掉了，那里是什么样的玩具？老板，我要一个多多。好，哪一个？我要买一个多多。不是。我要买一个养乐多。请问多少钱？200元。太贵了啦，一个养乐多200元。100元。贵死人啦！啊！哇！衣服跑不来了。啊，这里有一罐多多哎、欸，我们找不到。刚才说在那边哎。嗯，老板，你在做什么？杨小云，这里。这里。老板，你又在玩树叶了。我等你。这个是多多。对。啊，可以喝吗？可以啊。好，给你喝。等你喝。给你喝啊。给你喝才对。哎，我以为你怎么来？那个要放在头上就变身，变成一罐多多。哇，那么多的树叶。